我没事，水没有很热，你有没有烫到？你怎么会来？ 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东南亚那边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下个礼拜就可以过去。你干嘛一脸惊讶的表情啊？我忘记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我的事。 你都没有放在心上，不过，就算我必须要离开，我还是要让你知道，我会继续追你。你都要走了，怎么继续啊？我会传讯息给你啊，不管我们距离多远，我都会让你感受到我的心里有你。 如果你觉得困扰的话，你要跟我说。但是我只会调整频率，不会中断。还有，我只要有空档，就会飞回来看你。随便你。那就照你说的，随便我喽。以后，当你感觉到恶意被消除的时候。 你可不可以释放一只蝴蝶？等到罐子清空了以后，请你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。杨先生出来，我们去喝咖啡。哦，好啦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久啦？哪有久？你那么迫不及待啊？听说那家咖啡很好喝啦。可是你肚子有宝宝哎，是可以喝咖啡的吗？可以啦，医生说喝一点点没关系。 你哪会惹一点点？我操的！我说你呀，都把我那杯泡了一家子的药酒都喝了，你就上吧。哎呀，还管什么好不好？你明天就走了，不要入遗憾，让自己后悔。啊！怎么办啊？现在只有我们俩都入女子在家，我们要开门吗？嗯，没事。 我来处理。哦，好。文叔。啊！他怎么会喝成这样跑来我们家门口？ 现在一直盯着你不放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问他啊！哎，你时间晚点赶快喝一喝啦！他这样真的有点可怜哎，又被你用锅子扎到脑袋。你明天就要出国了，干嘛还喝成这样啊？ 你还记得我明天要出国？时间晚了，你赶快喝，赶快离开啦！我没法留你。静晨，我出国前只想再见你一面。静晨，哎呦，你赶快回去啦！你说过你要随便我的，你也说过你不会造成我的困扰。好了好了啦呀，静晨。 他都已经醉成这样子了，又被你打到不晓得有没有脑震荡了。我们就再观察一下，再让他走嘛。啊，随便他啦，反正我们就睡我们的，不要理他。哦，反正之后也见不到了。关很晚，你酒醒了，自己离开。就住以后见不到，我才不要见不到你。 你不回房间睡？
不要，有陌生人在，我怕你危险啦。什么陌生人？他好歹也是跟你有……妈，你就是太容易心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了，害我也跟你一样。他捡回来了。是这样啦，哎，不要睡你爸枕头，去拿你自己的。我是靖城的学长，啊，刚回国，我叫李东汉。你就是李东汉，东汉学长。是，就是那个做逃逸，然后让靖城为你留了五年。东汉学长难得回来，我先出去跟他聊聊，晚点你才回来。拜拜，下次见。学长，一个走了，一个来了，缘分真的是缘分。刚刚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就是这样把你硬拉出来。没事啊，只是有点好奇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说来有点话长了，不太好说。对了，所以你们的面包店是重新装潢了？哦，对啊，我也辞掉工作了，和我家人一起冲刺面包事业。你都没变哎，一直对面包这么有热情。我还在努力啦。不过学长怎么会突然回来啊？我是想回来开启自己的事业。自己的事业很好啊，那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想开一间复合式咖啡店。啊？把陶艺跟咖啡结合在一起。有陶艺的咖啡厅，听起来很特别。真的吗？嗯。你会想来吗？当然会啊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要跟我说哦。你说的哦。嗯。那我就不客气喽。